哎，人生在世几十年，喜也一天，哭也一天。哎，开心最重要了。老王的视频呢，反正尽量啊，让大家乐呵乐呵。话说，当年啊，美国总统里根，哎，斯大林啊，金日成啊，老毛同志啊，去非洲考察，然后呢，走到森林里边迷路了，被食人族给绑。哎，这食人部落啊，就要把这四个全给炖了。他管你是不是总统，是不是主席，是吧？哎，然后这四个人就求情啊，说是你看看想点什么办法啊，对吧？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有身份的人。哎，你别吃我们。后来那个酋长呢也比较善良啊，说看着你们老么咔哧眼的也不太好吃，说这样吧，你们到丛林里给我找来一样水果，哎，我如果满意，哎，就可以饶你们不死。于是啊，这四个大佬，哎，就跑到丛林里面，每个人找了一样水果回来。哎，美国总统里根呢，找来了一个樱桃，找来一粒樱桃。哎，斯大林呢，找来了一个苹果。金日成呢，找来了一个菠萝。然后老毛一直就没回来。哎，大伙还在等。这个酋长说，这样吧，你们先进行下一步吧。啊，把你们拿来的水果，把你们找到的水果塞到屁股里。哎，塞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你看里根这个一个小樱桃，哎，噗，塞进去了，无所谓，转身走了。哎，然后那个斯大林弄了一苹果，哎呀，也是龇牙咧嘴，使了半天劲，哈，塞进去了。哎，斯大林也走了。然后金日成看着手里这大菠萝呀，哎呀，都要哭了。哎，正在琢磨是不是他妈的认死认栽算了。哎，一抬头就乐了，突然就乐了。那酋长也觉得那个不可思议，说你呀找这个玩意儿能塞死你，对吧？爆你的菊花啊，你怎么还乐了？哎，金日成说，哎，你看看那边老毛回来了，他手里抱个大西瓜。话说啊，当年那个美国总统里根，哎，还有俄国总统斯大林啊，朝鲜的老大金日成啊，还有老毛同志。哎，一起开会，开会的时候啊，美国总统里根呢就爱吹个牛逼，哎，说现在啊，美国的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啊，自动化程度非常高，哎，现在美国呢啊有这样一种机器，哎，就是把猪啊放进去，哎，那边呢就自动屠宰、自动剃毛、自动扒皮，哎，到后边说是猪的那个脑袋啊、蹄子啊。对吧？啊，肥肉瘦肉啊都能分开，哎，其实这个呢，现在来看不是什么牛逼的事儿，就是那么回事儿，它只是阐述了一个事实。但是呢，斯大林啊，其他的这些啊大佬们觉得你里根又他妈吹牛逼啊，俺们这必须比你强，所以斯大林接过话头啊，就说，哎，我们俄罗斯现在也有一种机器啊，把猪从这头推进去。哎，那边自动屠宰、自动剃毛啊，自动把那个脑袋呀、肉啊分开，哎，还能把肥瘦都分开，哎，还能够说你想切丝儿就把肉切丝儿，想切片就切片，哎，排骨你想剁几块剁几块，哎，你想包个包子啊，包个饺子啊，灌个香肠，哎，你想用点肉馅儿，哎，一摁电钮就 OK，哎，就都给你办了，都给你办了，哎，就是明显比美国那个更牛逼，哎。然后那个金日成呢，一听这不行啊，我这比你们还牛逼！哎，金日成站出来说，哎，我们北朝鲜的比你们这都牛逼！哎，我们有一台机器，哎，把猪从这边推进去，哎，那边呢不带说是屠宰啊、分割都能够搞定。哎，你想吃酱肘子，哎，那边出来的就是酱肘子；你想吃那个卤猪蹄儿，哎，那边把猪蹄儿卤好给你吐出来。哎，你想吃那个灌肠，这面香肠都给你灌好，哎，都能灌好。哎呀，这真牛逼！老毛一听，我操，你这牛逼啊，那不行，老子绝对是世界第一，必须是全世界最牛逼那个。哎，于是就一拍桌子，哎，你们那个都不行。哎，我们国家现在有一台机器。哎，也可以说是把猪推进去，一按电钮，什么屠宰啊、分割呀、切丝儿、切片儿啊，对吧？都能干啊，卤猪头啊，卤个猪蹄儿啊，灌个香肠都无所谓，都无所谓。哎，我们那儿更神奇是啥？
你想吃鱼香肉丝，哎，人能做好；想吃锅包肉，人能炸好。哎，你想吃那个腊肠，想吃干肠，想吃那个哈红肠，对吧？哎，都能灌好、煮好、熏好，哎，拿出来，你还可以尝。哎，你拿下一块香肠，咬一口，味儿不太好，咸了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把香肠放回去，哎，把锅包肉啊、鱼香肉丝啊、包子啊、腊肠啊，全都倒回去。哎，一按电钮，过5分钟，那猪从那边就爬出来了，就爬出来了。哈哈这是马三立老师讲的一个段子，但是现实啊比段子还要更讽刺啊！在河南有一个大学的校长啊，率领了一个科研团队，就宣称自己啊研发出来了这样的机器，哎，把猪推进去，那边就能够造出香肠来，哎，还是熟的，哎，当然他倒是没说啊，能把那个香肠啊再塞回去变成猪啊，但是当时我记得这个论文啊，一篇论文啊。正经国家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还申请了专利啊！当这个消息啊发到网上之后，我记得当时微博上啊各路段子手都各显其能。哎，我记得那时候最那个流行的一个段子就是，哎，猪塞进去变香肠并不神奇啊，这个机器还比较好做。还有一种机器啊，是把香肠塞进去就能出来一傻逼。哎，这是什么机器？哎。答案是傻逼他妈，傻逼他妈，哎，傻逼他爹的香肠塞进去，那边就出来一傻逼，就出来一傻逼，这玩意儿真他妈祖辈儿传的，哎，这不最近这几天啊，河南省某学校的一个女校长啊，哎，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，每一篇论文啊都是超越诺贝尔学奖的，哎，什么什么牛顿啊什么那个爱因斯坦啊。对吧？那都靠边站，那都靠边站，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。哎，其中一篇论文写的是叫遁术，忍者的遁术啊，奇门遁甲那个遁术，土遁、火遁、水遁啊，研究这个。哎，还举了例子，网上还有个视频，他举个例子说，他自己学校的学生3个月之前去海边旅游，丢了一部手机。找到他之后，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，用意念，哎，这个叫土遁，那个手机顺着土遁就到这个坑里来了，就是挖个坑，念咒语，哎，扒开土，手机回来了，手机找到了，神奇不神奇？对吧？爱因斯坦行吗？哎，累死他，他想都想不到，对吧？哎，还有一个例子叫火遁，哎，什么叫火遁？也是他们学校有位老师，哎，一个钱包丢了。哎，他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儿，点了一堆篝火，然后念咒语啊，念咒语做法，用意念啊，用意念。哎，等火灭了，火熄灭了之后，扒开那个火堆里边的灰啊，扒开灰烬，钱包回来了。哎，这个叫火遁，叫火遁。哎，还有一个，他用意念，哎，一走一过啊，女人一走一过，如果怀孕了，他用意念就能看见。哎，不但能确定是否怀孕，还能看见是男是女，牛逼不牛逼？这不算，还不算牛逼。最牛逼的是，他能用意念控制你生男生女。你想生男孩，生男的；想生女孩，生女的。哎，想生双胞胎，那大师用意念，你就能生双胞胎、龙凤胎，随意。我操，真是！现在啊，国家响应这个二胎政策，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啊费那么大劲啊，又是宣传又是号召的，是吧？现在各个地方的一些妇产科医院啊，连打胎都不允许做了，不允许随便打胎，哎，明白吧？不生都不行，不生都不行，对吧？哎，两口子想结婚想领证，先交押金，不生二胎钱没了，对吧？以前是。计划生育的时候生二胎还得那个你生完了再罚款，对吧？或者在肚子里边给你咔嚓一刀宰掉，哎，现在是先交钱，对吧？哎，这些太费劲了，太费劲了，这些手段太费劲了。你看，让这个校长，哎，没事到人流多的地方，火车站啊、地铁站啊、公交站啊，对吧？机场啊，哎，人多地方门口一坐发功，哎，所有的女人一走一过，直接受精，直接怀孕。对吧？别管多大岁数，那还比求子观音啊，比送子娘娘都牛逼，都牛逼。以后我感觉我们东北啊，东北地区农村，哎，供完黄皮子啊，供完什么刺猬啊，供蛇呀、啊，供完之后就把他的塑雕像摆那儿，哎，把他照片摆那儿，供他，
对吧？送子娘娘啊，送子娘娘，哎，还有一项是，他发明的专利啊，他用意念啊，不但说是能什么土遁啊、火遁啊、水遁啊、生男生女啊、受精，连鸡他都能搞得定。哎，鸡蛋煮熟，哎，打开一尝，哎呀，这个味道不尽如人意，哎，感觉不是那么爽口，哎，把壳盖上，大师发功用意念，哎，鸡蛋就能变回生的，哎，就相当于刚才我讲那个，把他爸的香肠塞到他妈的那个肚子里边，那边出个傻逼，哎，就是把香肠塞进去，那边出个猪啊，啊，这种一样的，一样比这还神奇，而且，他还能让这个鸡蛋受精，哎，还能孵出小鸡来，还能孵出小鸡来，这个就比让人受精还难啊。对吧？让所有适龄妇女生出二胎、三胎来，是每一个基层党员干部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党员干部们啊，你们太辛苦了，还是让这个校长去吧。啊，河南这个地儿啊，真是神奇啊！哎，一发功受精，哎，一发功鸡蛋生了啊，鸡蛋都生了，鸡蛋都生了。哎呀，说实话。啊，经常在视频啊或者各种文章里边说河南人啊，什么东北人，总有那帮傻逼到极致的东西。哎呀，我们河南人，你又说我们河南人，你又歧视我们，还我们，我他妈一听这俩字儿，真就想骂街。你们除了一针一线，有什么是你们的，对吧？哪一寸土地是你们的？哎呀，要不要个逼脸，明白吧？哎，我跟你说。就是平时说你们河南，哎，指的是什么？首先指的是河南的官场、河南的官僚、河南的社会风气、河南的文化氛围，对吧？不是你们个体某一个河南人，你们不配，那地儿不是你们的，不是你们的。哎，老乡，拿好你的一针一线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哪有你们的东西？明白吧？哎，你们河南啊，剩余部分大伙看下一个视频吧，录不下了。